他说的这个包括27个欧盟成员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啊，还这些电信公司给他一一列张表给大家看看，看他能不能列得出来。那么根据我的了解，美方啊，他在满世界的鼓动游说，未必利用其他国家加入他所谓的网络。那么一些国家呢，在被胁迫、被加入。事实证明，中国公司呢保持着良好的网络安全的记录。比如说到华为，在过去30年里，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华为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1500多个网络，为228家全球的500强企业提供了服务，服务的人口超过了30多亿，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斯诺登事件危机解密的网络安全事件，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棱镜门方程式组织梯队系统的网络监听监控行为，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拿得出华为产品存在后门的证据。而且华为呢早就公开表明愿意签署无后门协议，愿意在任何国家建立网络安全评估中心。请问有哪一家美国公司能够做出同样的承诺？他们敢吗？根据法新社10月的报道，美国等五眼联盟国家公开要求在 Signal、Telegram 等加密应用程序中设置后门，为执法机构提供访问的权限。那么美方到现在还没有给出说明和解释。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美方抛弃的所谓的清洁网络，它的实质是非常的肮脏的。它的正式目的是要打压取得领先优势的非美国企业，打压其他国家的正当发展权益，维护美国的垄断私利和科技霸权。霸凌是不得人心的，胁迫也不会有市场。我们相信大多数的国家都会认清事实真相，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